是浓的哦。哎呀，你没有帮我加冰块吗？很贵，你不知道吗？又是啤酒。干了好了，干了，先干了一杯。谢谢大酒先生。然后我每次回去都脑袋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莫名其妙就跑出来一大堆歌，然后我就把这首歌改成是因为水往上流的关系的。你知道多少人水往上流吗？知道。然后因为很多人很好奇，他们在证明，他们想要证明那个水真的往上流，他们就会丢东西下去。本来都还好，很简单，丢叶子，就丢一些枯叶，后来枯叶都丢完了，开始采叶子。然后我那些那个种的灌木丛，那什么七里香，被采了，好可怜哦。后来他们越 over 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朋友，来开始丢石头啊，那是说往上面会阻塞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被堵住了。不能乱丢垃圾，懂吗？哦。小时候的老师都有教嘛，一直告诉你处女不要乱丢垃圾。你们有上过这样的吗？不要乱丢垃圾。有。打扫环整理环境时间。那叫打扫环境时间吗？整洁时间嘛。整洁时间。分配到校门口跟厕所。哪有啊？女生就很简单，在教室里面擦玻璃。有吗？有没有扫地够啊？还是你们有没有扫过地？有啦。来我家社区打扫。啊，真的还是很简单的、啊。然后那个盖很大房子那种，那个垃圾就搬不走了。明年有更刺激的哦，那预告一下，明年蓝屿核废料签约时间到期了。天哪，那个垃圾要丢哪里呢？怎么办呢？好，你们要不要刚才用你们选票去证明这件事情，不坏啊！想办法处理那个垃圾，要不然蓝屿那么漂亮的地方，治安率好高啊，怎么会这样哦？啊，怎么讲那么沉重的事情？对不起啊，你们不应该担心核废料，我担心就好了，因为我离那边比较近。好，这首歌，不要乱丢垃圾。
现场有没有在环保署工作的？